追不上你了是吧？蜘蛛，这蜘蛛玩的可以啊！这蜘蛛要是这个水平的话 ，AD 进来就不应该说。我操，这我太爱这种打野了，你这。 不能像上把那种，你把骨我放那儿不管我了。我操！我觉得这个。 在路上，我们在路上，我跟凯爷在路上。我开机好了，不知道今天追的是哪。知道应该。知道。 就给我这样狠狠的抓亚索！啊，死哥一内！还一等啊？一等升级我马上上单。不是你这。 追！哥，你那打的是啥局？在那打？下次我一定夸你。 吃75万的那种感觉。算了算了，宝宝，走走走走走。 这个小月秀的人秀傻了，这蜘蛛，你要知道刚才蜘蛛是四级打六级啊！这局来吧。 纯唠嗑，咱们就唠嗑就能赢。这就相当于你去打传奇，上来给你个屠龙刀。
枪，这种地打枪，不看他脸上打。这个头就该在我这儿，直接投下高杀。他不在我这儿，我就不知道怎么。往上捋捋，看我睡着那刘海，我挡着奶妈是奶不动你的。我可以 D W 锁住，出下面，二段秀，先去三段秀，完了吧？时间太好了，再回头。你还是亮标志的是，我他妈斩杀你的是吧？一就斩，来一下。咱俩赌五块钱，好吧？就五块啊，咱不玩大的。你知道我拿人头是什么概念不，兄弟？回来，炸你腰！他还是个亚索，他怎么翻？刚给我捡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赔不了，赔了要被罚了。
太大 A 的。